可以说在各个国际发明奖里头，我们经常都是百花齐放，也经常拿到全体的总冠军。推动发展或者参与竞赛能够得到得奖的光荣的所有朋友们，表达最诚挚的祝贺跟敬意。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得奖者，在协会26年的今天主办2016第十二届的国际杰出发明奖的表扬，我要特别对于得奖者致以最高的祝贺。